平衡运动练习，踏步拍手，企立，将张稳阵的凳放在伸手可以到的位置，保持腰背挺直，脚步动作，身体的重心放在右脚，伸出左脚，脚尖轻轻掂地，右膝微微屈曲，返回，换边，重心放在左脚，伸出右脚，脚尖轻轻掂地，左膝微微屈曲，返回，开脚点地，合脚，开脚点地，合脚，到手部动作，双手打开，合埋拍手，双手打开，合埋拍手，跟住就手脚一齐做，开手脚，合手拍，开手脚，合手拍，动作重复十次。以上的动作可以给大家重温，同埋喺屋企多多练习。到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。